的，搜索一下，搜索一下今天的。晚上好，睡觉，谢谢睡觉的六个荧光棒。我刚刚到，刚刚到中心。晚上好，我要去搜索我们今天的那个录播了。老公是你，今天的你们都看了吗？今天好甜，是吗？晚上好，我原本想穿我今天回来的衣服，但是有点热。高高，晚上好呀。小房间密码，你怎么还在问我呀？你不是问了我很多次了吗？我记得我回了你很多次呀。当然是魔芋了。魔芋房的密码当然是魔芋，还能是什么？为什么是？因为摸鱼呀、啊，因为摸鱼呀、啊，不是摸鱼，是魔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魔芋。当时打出来，它第一个谐音就是魔芋，笑死。今天我们那个 unit 那个甩头那儿把我们整个都给笑死了，有点腼腆，不要腼腆，跟我一起嗨起来。我给你们看什么 unit， 我给你们看今天的那个甩头的部分，就是我每一次甩头我们都被笑死。今天的垃圾话就是没有垃圾话，等我找一下。而且看到哦，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微博呢。刚回家我就开始直播了，等一会儿都去看一下。你进去了，那你太好了，你可以跟我一起摸鱼了。以后摸鱼了就去看一看啊，只想摸鱼版，我们都摸鱼。我来找一下。我跟小马，我们来那里甩头真的好巨搞笑。就我们两个每一个人做的都是各有各的搞笑的。明天，好呀。今天我没有看，今天你是没有来吗？我没有看到你。好多人，应该不会吧？来，我到了，到了。而且，你还在天津啊？到了。你看，我真的就是很怕我的头发乱掉。还有明天中午回去，可以呀？那你下午会来看吗？看看第二段小马的，哎，怎么没有了？我觉得这都可以，都值得去搞一个表情，都搞一个表情包了。那个动图，我们跳的，就是我觉得，我那个衣服，我们是最后一遍才正式的穿，就是那一套衣服，所以到后一半的时候，我的裙撑掉下去了。他到腿上了，我就不敢再跳了。我给你们看一个最搞笑的地方，我觉得那里最搞笑了。看我，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再看一遍。我当时裙子就掉了，我跟当时起来，我跟上厕所一样。再看一遍。等一下，还没到，真的是就是这里啊！当时我的裙子已经掉到，当时我就不敢再跳了，真的，我的裙子整个在我的腿上了已经。
提了一下裙子，就跟上完厕所起来提裤子一样，真的是有点无语。当时跟今天的歌单一样，但是会加一个什么呢？就是新生出道曲。对，还在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切全景，但是我当时裙子真的已经掉下去了。真的已经掉下去了，然后我当时如果不提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裙撑在地上了。我就真的想，还也是怪我自己没有准备好吧，那个衣服，因为那个衣服我们是今天才收到，然后彩排的时候也没有穿里面的撑，只有正式上场了之后才那个把那个撑穿上，我想不到它竟然会掉。趁你没有大他，我就是趁你偷偷直播。你讨厌我，我最喜欢被人讨厌了。你故意的，你故意说你讨厌我，我最喜欢被人讨厌。再看一下我的舞台，不看你的，那不行，那不行。当时有点慌，是有点慌，但是还好，但是动作整体是没有错的。因为当时我们跳这个的时候，那个甩棍子真的很麻烦，而且那个棍子还很重。然后就光练这个甩棍子就练了好久，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动作没有跳错。一个猴子掉进，晚上好，晚上好。但明天的衣服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我相比于今天的，我更喜欢明天的那个衣服，因为今天这个衣服真的很重，我们穿了3层裙子。他们在后台说："哎呀，我这个 unit 的衣服就是露的，就是好少呀，好少呀，好短呀。"我们在那，哎呀，太热了，能不能不穿第三层呀？就是这样。没接明天的票，那我明天看不到你了。那个 unit 每次看，而且我还一直在提裙子，因为我的里裙掉了，我一直在提它，到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还没有问题，今天看的足够多了。今天那个衣服就跟那个中世纪那个欧洲宫廷服一样，超重，裙子重，棍子也重。练的时候，我被那棍子打了好几下头。感觉可能是给我打傻了。不打也傻，那你真会说话。我在直播了。我们房间今天就少了一个人了。好冷清啊！我们房间今天少人，少了一个人，我要崩溃了。我要哭了。我今天早，今天中早上我们去的时候，我都没有敢看他。对，我抱着他痛哭。对，当时张亚文抱着雪雪痛哭，然后我在旁边默不作声，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一说话我就绷不住了。直到我离开房间，我也没有再看他一眼。因为我真的，我怕我会绷不住。我不行。但是我刚刚就是，他也看我们的公演了。我在公演中途还跟他聊了天。你那哭的，我也哭了。谢谢天浩的一个荧光棒，你真的在 MC 的时候喊我前辈了，我的天。不过今天你怎么坐下了？晚安啊，晚安呀！你先进电梯了，好的，一会儿见。今天那个鞋子好挤呀，挤得我挤，
我觉得都把我的甲沟炎都给挤犯了。不是，我脚磨的，姐姐跟我说我去。哦，我当时看到了，你的后脚跟，你的后脚跟全是那个红的。嗯，破皮了都。你那个鞋真的是好那什么？我人傻了。我那个鞋顶的我甲沟炎都犯了，我现在脚还在疼。那个鞋真的很磨脚，凑到了我的海报。我看到你给我发的了，但是我觉得，哎，那个发型真的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比较适合我的发型呢？我也在一直在研究，但是一直没有研究出来，因为每次我做完之后，跟我上镜都不太一样，我还是在继续的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型。你们觉得我适合什么发型？什么时候播的？刚刚播，没有通知嘛，又出 bug 了。我刚开始，他有时候就是我之前搞那个号，就是搞不是成员版的号，他真的是不给我通知。有的时候甚至是他们的公演结束，他们的那个直播结束之后才给我推说啊，他开始直播了。你们的 bug 没有搞，全是 bug。你也没有通知，那说明我们还是有缘分。我刚刚开始，因为刚刚回来。今天晚上应该不用吃东西了，因为我吃了晚饭。他们今天第二趴的时候，我不是没有上嘛，然后就吃了，就偷摸的吃了晚饭。晚饭是什么？晚饭是盒饭。今天多播一会儿嘛，应该也不能播太长时间，因为明天我们还有一场。等明天结束了，后天和大后天我们都没有事儿，啊，如果不去给他们助演的话，应该是没有事儿的。豹子都，但是我在的时候，我有看到你亮起来啊，还有当时在我的舞台的时候，我在那边就一直能看到。我当时忘记说了，我忘记说我是第二趴不在了。我觉得我要立刻买支架，今天立刻下单。你不是之前就买了吗？嗯，之前买那个不是不行吗？然后我是对，我还没有买，一直忘记买。刚刚李少还在楼下找他的支架，他还在找呀。对，我就没有在，我最近没有在下面播过了，也不重要，就这样子。我讨厌你，你打到我，怎么了？还是你最后还是就是不忍心跳我，不跳我的机长是吧？我就知道你是个口是心非的人。我竟然被跳机长啊？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不懂吧，可能是有新的粉丝过来不懂。刚才是有人问过我脚是多少码的，是吗？我脚42码的，忘记你掉厕所。我没有掉厕所，是我的手机掉厕所了。哈基米那个 BGM 什么那个音频，哎，我感觉我最近瘦了好多，我感觉我上镜都瘦了好多，但是脸还是一样的大。我什么时候能瘦脸呀？就是我上镜看到我的那个，就是看到仪态什么的都还挺瘦的，但是一看到我的脸就感觉也有点像那个插签，此插签非彼插签，把一个大土豆插在一根签上。小智在这里。小智最近被我蹂躏的，他就是很。回来屋里少。插签还有点不习惯。对，插签儿。我在考虑我什么时候能够减减我的脸上的肉。这个没喘，什么时候传话？下班的时候。我脸太大了，太圆了，我觉得。有点晚。随缘不行，我要。想一想办法了，我还没有看我们的 PV 呢，我想看看我们的 PV， 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现。没人呢。我准备找一下。我今天一下公演就是明天握手跟我说旋转木马格子琴哦，那个格子琴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有，我觉得很有春天的感觉，但是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的 PV， 我也忘记是他是第几趴出现的，我也他第几趴出现的我也不知道。嗯，好像找到了，好像到了，我们一起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很搞笑的镜头。我现在找后跟魔的，我下来的那个姐姐在跟我说，谢谢智障的一个荧光棒，哈，你用哪个名字我就怎么叫你。倒是不至于，我倒觉得也不是，应该也是比较唯美吧。也没法换。那要是再搞笑，那可能就是身上自带的搞笑了。你头像是指？今天唱的歌我最不喜欢的，讨厌你。还不是说最不喜欢吧，因为我看我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下雨不太了，感觉我下雨不太了。嗯，我好想瘦脸呀。大哥，那我脸上全是肉。到 UNIT 完蛋了。而且今天我原本是想尝试一下新发型的。但是我发现上镜它还是不太合适。你知道我前面不是就是有那个就是很长的沙，我决定我还是去剪个刘海的时候，我彩排的时候我就是被剪个刘海尝试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我被那个沙绊就是每次彩排都会被绊到。哦，我只要蹲下，哦，就是我的衣，然后我再站起来我就会被踩到。今天讨厌你，会被拽到。今天我谁都讨厌，我往上别了，我也讨厌我自己，讨厌那个裙子。之后，我还是会绊到。讨厌那个裙子，我还在看这个。绝了，今天听清楚了。给我看一眼，哦，好美呀，都好美呀。这个到时候会，就是单独发出来吗？我也不知道。真的没有人吗？救命！噩梦。哎，吓我一跳。怎么说？就是因为我今天，因为我谁都讨厌。那看你今天这么乖，那就不讨厌你一天。Hello， 晚上好呀。今天晚上我要购物了，我要买很多东西。刚睡醒。这个，我有很多东西需要买。你今天躺了一天，我今天就是有钱没有钱，但是必须要买了。然后我一下车就是缺了，所以必须要买了。说这谁呀？然后就再拍嘛，我说完蛋，怎么还没有到我呀？还没有到我。素颜，别拍了吧，小白到时再拍。也许等过几天发了工资就可以稍稍有钱一点了。你也黑白颠倒了。只有你们俩又是。那以后可能是这个点儿，大家都出去玩了吧？是不是？陪我一起熬夜。我在看我们的 PV。给我一贴图，辛苦了。我还没有看完。就是我们11点半出发的，然后今天我应该也不会很久，因为一会儿就要继续收拾，然后洗头洗澡，排到了洗头洗澡，然后去到四点，我开始然后去收拾一下，等着明天。你把相机给他了？哎，我们那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的呀？谢谢秋妈妈送的，就是宝贝。嗯，没有吗？嗯，说话就是还是说是第一个，就是我应该不是第一个吧？猜到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组字嘛，我就跟猜字谜一样，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就生怕猜错了。今天也好困呀。稍等，今天我可能一小会儿就下去了，然后我就去收拾了。稍等呢。今天几点呀？嗯，今天几点？看一下，你都看，对，我再都看一下，都找，然后找到了之后，我就发出来，我就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行吧，更改了时间，我还是第一批。走了，你寂寞，你不要寂寞。没啥大变化。
啊，好，今天好，你出发也不是累，就是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十点多到，对，十点多到剧场。看会儿比第二声减肥，有两天了没吃完饭。那那也不行啦，就是回去之后得吃一点。你让我怎么不寂寞？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昨天是什么来着？我建议你去听听这个歌，再吃点真一百八了，没事儿。那到时候可能会还是要放肆一下的。哎，我为什么真的？你记得我是第几趴的时候那个有我的吗？嗯。第几趴的时候那个 PV 有我的，我怎么没有找到呀？今天你知道我在做头发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去做头发的，因为当时正在彩排，然后那首歌我不上嘛，我在做头发，然后我没有找到。姐姐过去问我，张雅文，你能边做头发边签名吗？我说啥？给我塞了一把。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的拍立得。看到了，看到了。啊救命！就是那个拍的很丑的拍立得，看到了我们，我绝望了。Hello 呀，我好笨，因为我以为都是在最开始，都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出，但是这个溜溜，这个多了一个溜溜的那个 solo 嘛，然后我就以为没有了，现在找到了。你先给我看，那我可以自己保留吗？我就抢过来了。在这里挂机多是一点，为什么要挂机？那个的时候，我当时还问姐姐说：“这个是……”哦，我感觉我真的很想让我的脸上的肉变得少一点。我还在看。哦，什么随机发给大家的？因为你说不出话，听我，那我来给你们，那我直接变成助眠的吧。等我看完我的，等我看完。就是说，首先可能就是长得确实不咋地，其次就是说，我真的想剪个刘海，谁支持？怪姐姐在拍照技术吧？谁支持我剪个刘海？就是韩文我还不认得，救命！但是我想尝试一下，因为我就是确实我感觉找不到合适我的发型了。哦，天哪，一会儿还要去收拾。今天我们装我们那个演出服的那个盒子，真的是那个箱子，真的是让我很尴尬。其实妈妈可以换一个。先拿假发片试一下，但是我现在这里没有那种假发片。不怎么样。我是想整那种空气刘海，就是这种的。但我感觉我们这一次七周年拍的那一套好像还不错。就是这种的，这种很小，这种很少，是很少的。啊。就这种很少的。哦天哪，随机给哦，这样子的，我看一下，这个他是你们他是韩国人吗？我要看一下，我要找，哎，我要找什么？可以抽到我的，那就给你好运，希望妈妈能抽到我的，合适吗？这也是有一点像你姐，因为我在考虑剃一下发际线了。考虑就是把发际线给剃一下。哦，我跟你讲，我今天在化妆室。哦，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是短头发。所以我觉得你们有人发现吗？因为我这分层还挺严重的，有人发现我是短头发吗？我一直没有讲过，有人发现我是短发。突然，我就听到外面在大喊，我听到不说大喊吧，就是外面在说，装。其实提时间线的话，应该能发现的，就是我头发其实到不了这么长。他们是只爱长时间。那我讨厌你，你的失眠病治好了。哦，我很催眠是吧？你们真不知道，那我弄掉给你们看看。我现在在蓄发，因为我要跟你们讲我的朵拉经历了。我来跟你们讲我朵拉经历了，就是突然过来。我要来讲我朵拉经历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你们外边聊天啊，我们在后台就是都能听得清。等我把这个摘掉。台说话，你们有的时候也能听到啊，然后声音大了，你们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就听到。高度了，对，每次看直播都困。那我到时候给你跳嗨一点。前辈，
那过那那个那个，等结束之后我给你们直播跳七周年吧，看一看我看一看我的业务能力。当时我是想把头发剪成披肩的，我在去年我想把头发剪成披肩，就是到这里，结果我就随便找了一个理发店，他给我剪成了朵拉到这里，我真的很无语，因为我之前都是很长的头发，我喜欢长头发，但是我是想试一下短发，就是就让就是重新留嘛，而且我发质本来也不好，我不想当。因为就是想让我的发质变好一点，我就当时就剪了。剪了之后发现被剪成朵拉了，我就很生气。我从炸毛到没，就是这么个长度，其实还好，也不是很短了，披肩了。你们是觉得我明天搞短发好还是长发好？我找了一个就是新的姐姐做造型。那个姐姐就是给我得剃秃啊，真的呀！我们两个做的崩溃了。你们觉得我是长发比较好一点，还是短发比较好一点？找一个东西。那个宝贝能说中文？谁呀？嗯啊！天哪！我的头发。晚上好呀。天，我已经连续洗了4天头发。雪的书。我忘记他忘记拿走了。我现在额头都还有洞。雪雪的书他忘记拿走了。雪雪的书留给咱了。留给我了，因为我喜欢看书。就。痘痘啊，说实话，我现在应该。来给你绑一个双马尾。磨皮，因为有开磨皮呀、啊，所以。哎呀，腋下管理一下。来了，晚上好。我在说我的秘密了，我在说我的，我刚描述完我的秘密你就来了。哎呀，行了，这是我原本的头发。晚上好呀，我来扎双马尾了。给我摸了，奇怪，惯例不过来。哎呀，好丑，像是一个土狗。怎么说呢？也不少吧。把头发往后弄一下，就是拍的还可以吧，好可以。我在想明天我就是要不要弄成短发的试一下。我原本今天想做直发，还想做直发来着，编一编是被那个姐姐给搞的。哦，卷发，我知道要搞什么样子的了，可以了。3号我一定要好好睡觉。哦，我还攒了好多饭盆，好多饭盆。放弃了腋下管理。腋下管理。对，因为我就是露腋下的衣服。灌篮高手全是水是什么？哦，我看到了。我说，我最开始以为怎么样这个发型？让我看的。明天我可以搞这个发型吗？我今天有看到咪咪，是咪咪吧？双亚文，明天我可以搞这个发型吗？嗯，就还有点帅气呢，我觉得。睡懵了，我在考虑明天这样搞。发给我了，没事，我等着收藏呢。再喝口水，我现在只能拿我的水杯垫着。他跟小白，你知道他们两个就是下班的时候啊，没办法，下班的时候买到。我今天要买好、啊，我要买好多东西。你知道，他们现在有跟你说，《灌篮高手》要出电影了吗？我当时，我现在要买卸妆的，要买卸妆膏，要买粉底液，要买躲起来，就给要买那个什么，要买指甲和打光的。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是本来就是扎的高级的、啊。有视频啊！欢迎忍者被小明。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哦。我都不知道哎，我都不知道。后台出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出来的比较晚。然后，
刚跟张哥买了啊，超辛苦。所以我出来之后，我身体因为我明天真的考虑就是把头发扎起来，但是没有考虑好要做什么样的，扎个长天跑那也可以，也可以，我觉得可以。扎个这里扎一个，我还不如不出来。不行，我不能放弃腋下管理，我要把我的衣服穿上。那个易拉宝，我没有合影，明天排拍吧。他们说明天下午还会摆出来。九马尾，哎，也不是不可以。谢谢花花的巧克力。幸好我这里有小皮筋。好呀，来整一下。明天下午再拍吧。整一下。我这两个皮筋连一起。我的头发。说实话，有点恐怖呢。考虑考虑。直播就穿。今天 MCE 的时候，我当时就什么刚站成一排，我往前看。我发现就是我们的这里扎一个那个姐姐在给我搭首饰，反正就是各种首饰。我就在猜她跟我说什么，我直指这只手表，她跟我说不，到最后我也没猜出来她在现场，真的是现场学舞，因为那个我们都没有学过，我们几个人当时在哪里？刚不，说不定还没收拾好呢。我们站在那里就是尬的不行。我好呆。因为那个我们真的是就是不会，我们真的不会。谢谢母的荧光棒呢。他们都会，我们不会，我们一坨人站在那里。明天不是2点吗？明天是1点吗？什么？明天那个签售是1点吗？是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每次我就是。会看，但是可能会记不住。哎，没有，因为我你说的是 MC 三嘛 ，MC 三我们当时真的是就是MC3是什么？就是那个随舞。随舞，救命了！我跟你们说，我今天 MC 三尬住了。太尬了，我们一群人都尬了。我当时就是近距离看公演，我就想说 MC 像属于那我晚点上去吧。为什么？晚点上去。为什么是叫近距离看公演？就是、我知道，我也不会。结果谁知道啊，就是被你困了就不能睡，被睡着上去我就站在那里了。你要等我一起睡，完蛋了，我得干啥？1点到3点半，哦，明天是1点，哎不错，也是1点活动，效果还不错呀，所以靠的爽了。我说你不能睡觉，你就不能睡觉。我们大哥不好吗？我今天玩的最嗨的就是大哥了，你笑死了。希望明天我不会尬在那里。明天要是我还尬在那里，我就完蛋了。明天我们是我哥，我才不是呢。我反正我坐在后面嘛。因为我真的就是这头上是个啥？这个头上就是我扎的发型。我只能尬笑。对，这里我当时就在复刻他们的舞蹈。对呀，我当时也是拿眼在瞟。我跟新人好局促，真的是就是说我复刻他们吧，我也就是扎个扎了。跟着跳，有的就跟着跳，我也不会跟呢。有些就是很难。他们说是8个，还有左边是吗？8个呀？就是那个妈妈说她在朋友圈发5个新人好局促，然后他们说是8个。8个，也许他们有人，他们有人不会。是吗？更像的。那明天我扎蟑螂头吧。蟑螂头。怎么样？睡觉了，睡觉综合症。那怪不得你叫睡觉呢，这么喜欢睡觉。我还在考虑我明天扎什么头发。我是披肩的，我还是再加长一点。但是明天我一定要，但是明天我一定要就是扎起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那个。我为什么当时Unit不敢动呢？就是因为怕头发会糊脸。就有一个当时他把我最后头发糊脸的弄成了那个我们发我们 Unit 的一个，他把我最后头发糊脸的那个照片那一幕，他当成了那个封面。你们可以搜一下，你们可以在那个 B 站搜一下。站在那里也尬。对，就是那里，最后 ending pose 就是他把那里截出来了。
然后当成了那个封面，我当时看到他们的都把我笑死了都。Unit 别说了 ，Unit 我下来之后就崩溃了，我都要被笑死了。但是明天那个衣服很好看呀，明天的衣服很好看，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老师扣我的工资，以为是故意耍帅。明天的衣服很好看，困了，实在困了就睡吧。嗯，希望今天大哥我玩的很嗨，大哥的时候就是玩的可嗨的。穿衣服不下去的话，哎，很有道理。明天的衣服我真的是感觉会。今天那个衣服，我觉得虽然说什么黑色显瘦，但是我觉得那个黑色一穿起来就跟那个就会显得人有点那个啥，显得我很显得我很重，显得我很笨重，就是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因为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就显得我有点笨重。就是我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哎，你们觉得这个发型怎么样？明天可以考虑吗？不是，你怎么这么叛逆啊？让你睡觉你就不睡觉。大家五排了，好呢。你猜我听大哥最喜欢哪一首呢？明天搞这个发型怎么样呢？嗯，张亚文，你看这个怎么样？我觉得真挺好看的。哦，我感觉真挺好看的，又困又想看张朗，我真的是，我受不了你了。就是我当时就是我一直在瞄。这哪里是张朗？这明明是那种发型。我来找一下。都没有像叶之中烟。来找一下。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很好看的那种？就是我这个长度的头发可以做的发型。我都没有上叶之中烟。我这是披肩。啊，我跟你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这个叶之中烟。披肩编发，披肩发型推荐。我们在哪里啊？我忘记在哪里，就说起了秀妍的歌，然后就跟他们的披肩跟我的披肩好像不是同一种披肩。叶之中烟这个歌名了，因为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真理。什么？你竟然跳了这么久，你连名字都没有记住？啊，人家叶之中烟。不，我在跟他们说那个叶之真理。叶之真理是什么？就是好像我忘了是不是叫叶之真理。我在跟他们说，我就是那一次，我把叶之，就是咱们在下面聊天，嗯，我把叶之中烟的那个名字给说错了。哦，我当时满脑子的就是叶之，就是很，我说叶之声音，叶之声。哦，对，你确实说成叶之声音。我当时就是，我给你们放。我跟小马说，不是因为叶之声音，这个好听，我觉得好听。你怎么年纪大了啊？这个好听。我当时就说这歌叫什么？有叶之声音。嗯，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多的名字取的都很奇怪。就比如说100米便利店和101米便利店，这两个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呢？100米便利店和101米便利店，我和张哥的声线。怎么突然说吗？我头发确实是很多，但我是沙发。这跟我的那个叶之声音很像。为什么？你想听我气泡音了吗？哦，我看到了。山怀想起远飞远在。不然我今天就是看到这样不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考虑明天扎一下。我考虑明天扎一下。气泡音怕，我讨厌。那下次我要全场气泡音直播。那个是海报。你可以想想我的那个青春宣言准备的那个，是青春宣言吧？我们倒是对青春宣言准备的。我觉得我被那个青春宣言那个东西真的给整的，就是有点
我都没有看到。不，当时他是让报三首歌，他让报三首歌，到时候会就是说没有报批的话，就是让我们去录一下。我就随便，我就是不是随便，我就是把三首歌的顺序随便排了一下，然后上交了。结果他们告诉我是按那个顺序来排的，就是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我把我最最喜欢的歌搞成了第三志愿。好呀，然后就没有被录取，我都不知道，就没有被录取。但录取那个也是挺好的，是被录取的那个就是录音的时候被录音老师教英语的。哦，我知道了，是你的歌，因为没在现场，没听到，没在现场吗？因为有你爱，所以宽容。我属于喜欢悲伤的歌，比如呢，你说一个歌，你看我听过没有？因为我也很喜欢悲伤的歌。但是我直播的时候没有太放过，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太悲伤了，会很 emo， 会很 emo。我想要下班还是跟香香姐妹一块坐车回来的。你喜欢哪种？让我来找一下。你敢说？是因为想。哎，我想知道。真的吗？我想知道他们头饰是给准备，他自己准备的。是吗？就是我们公演时候头饰。公演的头饰。哦。公演。对。所以有人不是会带头饰吗？哦，自己准备的。我还以为是就是那个。听，想听忍者，忍者是什么？忍者是哪首？啊，通用。鲸鱼跃出河，我没有听过呀。通用，我天、啊！我找一下。临边斗者，皆阵列在前。我觉得你们能把这个名字打出来的都很厉害。不敢说，很丑嘛，我很知道我们双人都很丑嘛，我怕连累香香前辈啊。鲸鱼跃，跃是，不是小众歌。还有说显得我们两个不太熟。啊，那个都听音乐都不用会员。罢了，我还是自己看吧，你让我自己来评判一下。哦，打错了，跃。我喜欢听的歌经常就是以前的那种，哇，网易搜不到呀。我比较喜欢就是合理的歌，就是喜欢比较以前的。下班的时候准备的零食，但是这首歌我们今天的公演，它就是最后一首歌嘛，不是最后一首歌，到了第二首歌。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感觉就是，但是现在听感觉很好听啊。现在听感觉很好听。我感觉我那天下班什么都没搞。现在我觉得现在 QQ 音乐上面，感觉都需要会员。但是还好，因为它可以有那个什么，就是30秒广告就可以看，就可以听30分钟。都有网易，我也是，我一直在看，我一直在看。你在问我吗？对，我们今天刚跳完。对，我就说好熟悉。你刚才讲了半天。哦，我知道了。叶之，我的叶之声耶。叶之声耶，对呀、啊。哎，我听到了。我这里当当当。你们知道现在的那个，他那个，那个网易，它可以修改那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准备、就是。给我搞一个个性化的。发给另外几个人。我找一下，那个在哪里搞来着？就是很好看，我觉得。你怎么找到？就是说四个人，或三个，还有一个没登出现在背对，怎么找不到？我真的厉害。零点了，52了，今天52了。你俩软件，我也是两个软件都有。然后我还会用一个，但是那个就是很小众，我会用来听一些港台的粤语歌，我爱你，我也爱你。但那个不是520说吗？520才说我爱你。找到了，就是这个。
就这个，对，我这个界面，你们知道吗？就是这种会出现这种很亮的，很亮亮闪闪的。现在不，现在我也按你啊，但是520更暗，就这种。它会喷气，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早知道了，为什么我才知道？我还分享给你们。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么截图动网易动向，嗯，对，好像是的，那是那个，就是打开那个三个点点，然后播放器设置，好像是。我们这次的歌我还都挺喜欢的，好困。今天你也又累了一天，好好休息吧。那明天你要在就是视频前面看了吗？今天我一眼就看到你了，你坐。这歌词我一直记不住，很烦。那我们来 emo 一下吧，我们来 emo 一下，晚半夜了，12点来 emo 一下。懒得加站，什么是加站？没事，你以后你可以就是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多去接我，因为我基本上接了都是崩的，就是崩的，崩的，你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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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忘记。今天就是我们第一趴的时候，那个大扇子，那个东西，大扇子，我的扇子被人拿走了。当时几个都把我急死了。真的吗？我当时把那个扇子放在了后台的一个就是小角落里面，然后我去拿的时候发现它被人拿走了，然后也没有多余的扇子。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讨厌啊！为什么不就是不放好自己的那个扇子，然后要把我拿走？我上大哥的时候，然后我在两边疯狂的窜来窜去，问哪里有多余的扇子。那我到用的时候，我就是包括我的心里。好冷，你还是冷啊！现在我感觉今天挺暖和了呀。你那里多少度呀？我觉得还挺暖和的这段时间。我最近就是说真的就是。那里多少度？攒的是有点多。外面比家里。为什么？因为家里比较就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接受阳光的地方比较少嘛。这两天倒是有点多。没有今天热，就是那可以今天热你嘛。家里阴哦，这几天好像这边的天气还挺好的。到时候再骂我了。北大新人，哎，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错。我在考虑明天要不要做这种。五月十一，看猴子都在装淡定。我没有装淡定，我每次都是，我都是这个样子。你的忍者，你叫什么呀？我不知道叫什么。控制不住，我对我的表情管理就是。有一次晚上。屋里就冷了，我也很抱歉。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天气阴，然后屋子里面接收不到温度嘛。哎，哦，林冰豆，我明天还要再跳一次。我的牙开始疼了。还要再跳一次那肉丝的秘密。肉丝，你不喜欢吗？哎，我林冰，嗯，我牙疼，我牙突然很疼。跳累了，怎么说是心累了？我牙疼。我希望明天不要咬他。这个歌我好像没有就是完整的听过。那我今天说实话，我衣服都到洗衣机了。出风了，别走啊！我的衣服好像没穿一样。我们的衣服真的是就是汗的汗死，浪的浪死。汗的，主要是因为我平时你看过 Kiki 吧？哦，就是可能就是你说我明天搞这个发型怎么样？我觉得还挺可爱的。他就跟我说，加上我今天是这种风格，然后把这里就是把这里凸出来一点，让他就是能够看出来。但是我
开始选歌的。因为懂。但是我又会怕但是我又会怕到时候会显得我头很方。他现在在镜头里还好，我怕到时候头很方。我明天加油，我不今天了，我今天加油吧。我希望你有说，不让你失望吧。一天不觉就热血沸腾。真的，当时姐姐就是见到我，看完之后她跟我说一句。哎，我感觉你没穿衣服。等我12点半，12点半我睡觉。蟑螂，蟑螂发型。造型。多长是造型？哦，我觉得也是。希望明天可以就是正常，就是正常一点吧。我觉得今天的头发说不上来，很奇怪。我还一直在寻找，我还一直在寻找，就是比较适合我的发型。说这个动画跟像物语，但是我还要而且我还在探索我的粉底液。自然粉底液都很不适合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适合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适合我的。我是适合你的。啊！别住！救命了，他这个嗓门比我还大。我只能烧开水，因为我说了一句我是适合你的，他就烧开水了。我想不到，我暗恋了你这么久，你终于回应我了，你终于回应我了。你暗恋我？那没机会了。你终于回应我了。救命！滚！还好吧？他好灵。他们说你好灵，谁说我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大姐，为什么管我叫大姐呀？我也不同意。我不叫了，太兴奋了。今天也可以。嗯，今天太疯狂了。我现在眼都是肿的，我救命了。我跟你们讲，我有跟你们说过吗？我前段时间一个人通关了两人通关的那个。解密游戏，你不同意这么轻视，我放心，不会有这么轻视。我还是花6块钱买的，但是我这里只有一个那个 iOS 的设备，我借的专文的。我一个人操控两台设备，然后玩那种双人的游戏。快把我拎出来了！没戴耳机，有没有人戴耳机呀？没有人戴吧？那就好，要不然耳机可能会遭殃，耳朵也会遭殃。我今天总的那个游戏叫，就是你们知道锈狐吗？当时就是锈狐的那一系列的解密游戏，我超级喜欢玩。就是玩他那个双人版系列的。说你还往后躲。滴答哦，那个滴答滴答我也玩过，我很久之前玩过，然后最近迷上了那个锈狐，真的很有意思，那个锈狐。你好，连续2天打招呼，晚上好呀。我今天早上给雪雪就是今天有看我们的公演吗？袖子给哭湿了一片，那个眼泪把他衣服袖子给哭湿了。今天换了新发型，但是只是直播的时候换的，我准备明天的时候搞这种发型，感觉很不错。都会更好的，亲亲 ，kiss kiss。哎呀，不对，不能提伤心事。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了那个我们快闪那个风，我的眼睛还是肿着的了，带点我完蛋了。戴尔是什么？到时候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行，眼泪多，有点热。看到了我的风，不止看到了我那个粘着口红的门牙，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因为我就是还是蟑螂药，就是说我我讨厌你，你把我消灭了是吧？就是他跟他接触不多，稍等。当时那个快闪那个，我就是发现了我就是发现了短头长头发有点压身高，接触啊，然后聊天谈心啊什么的，有点压身高，就是会有那种感觉，感觉短发可能会显得人更高一点。刚开始熟悉，刚开始接触，晚上吃啥？吃的盒饭。今天吃了一天盒饭。分别了吗？
我对美式，美式不用了，我会自己点美式的。逮捕。嗯，被人捕了，我没删昨天的直播，我昨天哭的有点惨。你好，你好，今天是一个新成语，今天是一个新人，这新人叫，等我取一个名字。今天我叫，今天我叫什么呢？我叫在这里就是要经历这些。我好像把所有的谐音都给取完了。对于北巴来说，等我来搜索一下，我该叫什么？你是新粉啊？我是新人，我5月2号出道。所以经历分别经历多了就习惯了。我叫，我叫广州梦。我不行。今天是广州梦在这里。谢谢小生的一个奶茶呀，美好的。新人这么厉害，现在就有口袋了。对，新人，本新人明天出道，然后今天就已经有口袋了。谢谢奶妮的第三个巧克力呢。又开始，这是又开始安慰广州梦，开始瞎取名字了，瞎取名字。嗯，我准备明天多拍点照片来发微博，然后明天也要发抖音。广州没有，它只是我刚才用手机打出来的。我已经去过中泰了，前两天我们一起去的中泰，我们跟着小庄、小马、小郑，还有莎莎，我们一起去了中泰。就是，我决定了，明天我一定要就是不戴假发了，怎么坚持？我就这样。怎么做到坚持这么久的？嘟嘟嘟嘟嘟嘟，不信？为什么不信？在这里不就是熬吗？为什么还不相信我？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呀。可能，我也会有，就是我觉得我熬不下去的时候。哦，不错哎，小庄舍友你好呀。张哥探讨，我把张哥给整阴谋。我也讨厌你了。我到底我是 I 呀，我是 I， 我一直都是 I， 我这个好像不会变的。Hello 呢？这是什么鬼特效？这个是新出的吗？以前没有见过啊。就是这个感觉以前没有见过，还挺酷的。张哥，想我了。喜欢小丑。等他们离开。但是我搞这个小丑，他会就是我的屏会一闪一闪的，有那个黑条条过去，我怕把我的屏给烧坏掉。但是，美少女战士怎么说？刚摘了，耳环纹刚摘了，怎么说呢？在这边还不错。你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面对一些。哦，我怎么后面还有一个啾啾啊？一些我后面的啾啾会怎么样？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会很搞心态的一个代表月亮消灭你，来变个音好。嗯，就是我会，就是会变个什么音？你不信，你晚上好。他们就更认定这个事情是你的错的时候。哇！嗯、哇！会很多这件事。不足了，充电了。对，确实。因为就像我有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排练的时候，学会也会在感叹，还是用我都是美好的孩子，怎么出不来了？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排练的时候，那个氛围是很好。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还是用我。就是比如说被舞蹈老师骂的时候，包公。我哎，真的有点，真的有点包公。好烦呐，就是自己很差劲。三个动物，为什么这个也好？很难过。因为就像昨天晚上，其实有跟旭姐聊天，这个也好，就是我们两个在，还有轩轩，我们在楼下谈心，谈就是到4点多吧。谢谢天后的一个玫瑰花。然后说有聊到，我说你觉得我这个发型怎么样？我是那种习惯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的那种，我会先认定自己是差的那个。
我可以，我可以编，我可以再去旁边，然后编一些小啾啾什么的，那种麻花辫，感觉还会可以的。所以才会跟我们说。晚上好，晚上好。没事，现在不疼了。我在考虑明天要搞什么发型。还有一个没了，叛逆的。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等我再扎一下，我再扎一下。等我把这个扎起来。啊，我知道是去学学有告诉你的是吗？感觉有点，真的吗？真的吗？那我明天尝试一下这种发型，摘下来，再编一下。哎呦，我把刘海编起来。可能因为家人会，总是给我做比较。晚上好呀，再把这个弄起来。我就会慢慢的，就是每次一遇到事情，我就觉得，会不会太少了？有点，看一下，就是在夸我。看一下。明天可以公主抱你合影吗？我想换，我想，我一直想换根勋章。我公主抱你。我上，而且我上次在那个，我有一次是说我要直播，但是我没有直播，就是当时我其实化妆了，我当时化妆了，但是呢，他就是很做的很丑。还说我什么了？救命啊！试试烟熏妆，我不会，我不，我就是我现在我就是正常的妆，我都不太会。救命！昨天晚上又在跟雪雪说，所以我现在还是说现在好自由公主抱业务吗？太好了，你想来找我公主抱吗？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会先觉得自己是最差的。你如果想的话，你可以来。不要太自己憋。你如果想的话，你可以来，只要你信任我。被做的对比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我就是底妆，我底妆一直都很奇怪。就是说，你看看人家怎么样。薛总把你扔，那倒不会。我把我自己的手压垮了，我也不会把你扔地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别看我最近直播，可能都有点阴谋，也不能跟你要浪，你去哪儿浪？不准，这个妆。装造，其实现在是小云前辈在教我们。突然感动，对呀、啊。谢谢你的一个生日帽，为什么突然贴生日帽了？所以就是溜走再见，干嘛溜走？偷偷溜过来又偷偷溜走。非常非常，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真的非常就是，感谢。能够喜欢我，然后支持我，还是在找就是合适的头发。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夸我一句啊，或者说就是表扬我一下呀，我都会，我真的非常开心。完了，头发弄住了。我之前有提过，我是一个非常需要鼓励的人。是，因为这就是真的，我是。那你也是很可怜的。现在我的跟你的也差不多。不行，等我憋住，差不到哪里去。等我憋住，我不能连续哭好几次。这现在大家不直播。就行了，又哭了，一看转文怎么又哭了？可以横屏直播吗？大家要说了，转文这个新人不行啊！这个新人他说连续直播都在哭啊，他干嘛呢？35.8还有3天。我们是几号来着？我忘记了。我忘记我们是几号了。好像是五。五号，差不多吧。太晚了。但是我的父母肯定就是很爱我。算了，还是啊，你浪浪了一圈，发现还是爱我。变好的方式是在，但是我觉得是。我想充下电，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卡住。对，交通是爱。一会儿再充吧，但是我要没电了，你换个小号浪一下。卡不住啊，卡不住，烦死了。对，这样是不是歪的？是不是歪的？歪就歪吧。你就看倾斜的我，你摸摸，来吧。妈妈做的合格。今天的课有没有一堆粉丝？我觉得，也许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就是能听出来的人能听出来，听不出来的人听不出来那种。
是你今天真的喊了，你今天真的喊了钱，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会先往最不好的方面想，我不会去往好的方面想。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一言不发送的好想。怎么这么大方啊？那我就当一个吝啬的人吧。晚上好呀。我还等着你说你要找那个，你去悠堂找那个东西的。看公演从来不靠当哑巴，那不能当哑巴呀。对，你得。其实这种老师会，这种就是，你得这样。改变未来，我可以，我能行。对吧？你就把眼泪憋回去，聊别的。你就是现在想的，没有变异、啊。其实现在真的就是，你直接都不看现象，你都不想来看我。帮我调节到的，我自己调节不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看大家翻牌呀，或者说就直播跟大家聊天，我真的就是能改变我的一个心态。我看到那个头像，我看到那个智障的头像，我都想那个啥。你们都是一些眼神哦，靠！你们都是意识流是吗？你们都是靠那个脑电波来传输。原来你们人类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吗？怎么不带我一个？你们人类都已经进化成这样了。你的问题吗？我看一眼哦。他说拍证件，我也不知道。你喊过谁呀？这个是真的没通知呢。你是狗哦，好吧，你是狗。嗯，对，我是真的就是说有。但是狗不都是待在主人旁边的吗？为什么你不来我旁边？但是我们上一周抽签抽了那个，不能告诉大家时间吧，就只是说。我在想明天买一些丝带或者是发饰什么的戴一下。哎呦，我整俩蝴蝶结在这里行不行？就是青春盛典的。就是戴眼镜那个什么什么。假片的自己在看。看的是那俩字，没有忘了。为什么要骗自己呢？有可能就是在看呀。哦，是一的，对，对我也感觉我是一个一的爱人。你怎么了？嗯？啊？你不是说过了？啊，我说过。现在还有吗？应该是有吧？为什么会没有呢？一些小发饰。射手座呀。射手座怎么了？你之前喊 C 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问也是白问，对，说实话，问我真的是白问。那他C 可能是跟我，知道的比我就是跟你聊的是一样的话题吧。问我真的就是常一有吗？我一般都是点，就是直接点外卖，我从来不看地址。路上摘朵花放，那太土了吧？摘朵花，上公演。我要打喷嚏。我要打喷嚏。就是这些。打不出来。我告诉你们一个，告诉你们一个冷知识。你们知道就是很符合我们北方。就你们知不知道怎么能一直都打喷嚏？就比如说在不合适的场合，你想打喷嚏的话，是可以一直住的，而且不是那种有概率的事，是可以马上就一直住。你们知道可以怎么做吗？对，想打喷嚏，就是按人中这里，如果有想打喷嚏的话，就按人中这里，立刻就可以回去，就一秒就可以，就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要求装的，说，小饼干怎么能？到时候看比如你这掐人中什么，但真的很管用。下次你记着，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会立刻起效果。上厕所照了一下镜，你是不是上厕所顺便洗了个头，然后脑袋里晃了晃了晃了，好事。会就是不吧，一定会补觉的啊。那你怎么这么，你是不是坐倒数第一排的？可以收到小礼物吗？哦对，明天的小礼物。你是不是坐最后一排的都不会被发现？我以前坐最后一排的时候，我还开着理发业务，我就是在后排给人理发，每天都可以，就是一会儿回大家看，因为后排无人管。我最好是还在后面甚至可以炒菜。你们班只有13个人，你是学什么的？为什么只有13个人？第一
晚上好呀，晚上好。中考吧，快到中考，是不是要中考了呀？什么时候中考呀？人活着，人健康，还有未来。为什么高中只有13个人呀？什么时候中考呀？你们的那个地方，我记得中考是，我记得中考不是统一时间。然后就会有一点就是焦虑啊，又怎么样的？中考也是因为就是16号今天还有一个半月，还有一个半月。嗯，面对这个情况还不知道该怎么。国际学校是人少吗？我没有上过，我不知道。那种小班课程吗？不是，我知道是国际学校，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是主要是学什么的？好像国际学校它不是说都是学专业吗？学的心理层是吗？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都是干什么的，还不了解小专，慢慢了解。争取中考完来北霸玩，好呀！希望你带着你的好成绩，带着你的好成绩来找我玩，是吗？在中国读国外教材哦，我一直以为在那个国际学校，它是为以后就是出去，就像是出国那个去学的学的东西打基础，我以为是那种，我以为是在高中阶段给以后出国要学的专业打基础，原来是那种。有两个同类的，你没上过学，在考大学，我是幼升大。我是幼儿园直接上大学，我都死亡名单上的。好的，那我等着你。就是说，大学都在国外读，就是记在我就是我的小本本上。我还是挺羡慕的，如果我有条件的话，我也想去国外读书。谢谢金龙的2个荧光棒。也哈。本人白，我知道你是白领高高。我是高高零号。你是零号，我是一号。妈呀，怎么了？你知道我是的，那你就是想自我介，那你就是想自我介绍一下是吗？你给张哥拍花，你就是想我了。好的，你见过他？你去查粉丝，我去查你们的水表，我要去查了。我先去查那个白景高高的，然后再去查你的。他说我明天就是怎么开始了困死了，你还困吗？最后一趴的时候听说就是因为我没上嘛，但是我你从来不他的但是你给我发过私信啊，可是我，但是只不过我现在没有关注了一下，关心了一下，就是没有那个号，没有那个现在上不了那个号，我找不到你。哼，好久不见的哥哥，怎么我打高子萌打成了盖子萌？等着我，就是说，浅浅的回忆一下对大家的第一印象。你和孙江老师见过？那这确实，小壮也知道你们见过。孙江老师今天还就是不找到了，反鸽子。刚刚把声写成好，18个单呀！我想知道我们那个声写它是怎么就是给你们的呀？就是当时我自动回复，我自动回复是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发的那些就是那个视频，然后有在就是听大家讲的话嘛。就是说，不说学学感动吧，我都会感动。是我来了，那我好好想一个，我来想一个，我来想一个，就是比较酷的。虽然说叫不出我的名字吧。本人互联网唯一妈咪。然后对男的第一印象，叫不出双双名字。好久没买。但我这梗过。然后真好。哦，原来是这样。我作为一个没有去过线下的粉丝，对，就是还是对那些很好奇的。点那个时候就真情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谁发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发的。受到了那个，我就是刷到了，然后念一下。都说的都蛮真诚的，就是都是在讲自己的心里话。
我当时看到你们那个视频，我也就是蛮感动的。你发了新的。包括后来就是深圳老师就是讲话的时候。高子萌，别视奸我，看着就要惭愧一下，我不惭愧。对你的第一印象，我就要视奸。你再让我到，一点我都不惭愧。谢谢科科的两个玫瑰花呢，我讲的很直接。再看就不礼貌。那你们就是那种欲擒故纵哎，你就是欲擒故纵，不想被我找到，还发那个，还发东西给我看。那你可不能怂啊，你可不能像我一样，我很怂。这个东西吧。应该是默默陪伴，嗯、对，就是你们微博发给自己看，给生日公演的时候，你微博都没猴子，但是我已经查过你很多遍了，大号小号都查一遍。对，听一下，嗯，等下科科啊，只有你的日常，那确实，我看到了你的文，然后。然后就是那个你的那个，你说你握手要开学了，对吧？好干呀，这个东西我吃这个，吃昨天的。三十，让我来吃一只这个。参加冷餐，第一场是别的，第二场是水的，就连着两天。哎，我这个没有开嘛，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空心奶酥，我吃一下。对，都在我也喜欢在朋友圈发。最尾不是我站在最，我在朋友圈还有我的 QQ 空间。然后我就给递的那些东西。关注一下我粉丝，你关注我粉丝微博干什么？对，你还感兴趣啊？我当时还要跟你说加油！但是你为什么现在还不睡呢？又成了相亲大会了。你怎么现在还不休息呢？小孩子要早休息。打不开了。你们真的是，哎，开始相亲了又。而且我当时真的就是有。不是相亲。说要对个保密嘛。粉丝有没有美女？粉丝都是美女。我一直没有告诉他。粉丝都是美女，哦，看起来好不错呀，看起来好不错，我是一个讲究的人，我是一个讲究的人。以后就是说再有机会来看北大公演的时候，吸一下，会有机会的。你天天吸粉，你为什么要吸粉啊？我到几点？我是一个讲究的人。我到领导起来化妆。啊，不行，尝一尝，得去收拾小饼干了呢。我要去，就是说收拾一下那个明天要给大家留给大家的小饼干。嗯，刚好变成轩轩。嗯，轩轩，我更喜欢吃那种软软的东西。那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不是在哭嘛，就是哭的比较惨。我更喜欢吃那种软软的糕点。擦我的脸。我真的太爱了。我当时就是你说最开始不说感觉，尝一尝这个，就是在轩轩给我。好讲究，对呀，我是个很讲究的人。然后就是擦鼻涕纸。哦天哪，我这里好乱糟糟呀，优雅。优雅永不过时。就是为了不洗手，就是得带一个手帕。那么近吗？哦。吃一个这个吧。那个位置就是。看这个。挺不错的。我们你叫白金哥哥，行，很高兴认识你。平时我有东西吃，怎么啦？你也想吃是吧？来吧，我等我拆开，等我拆开。一口吞了，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一口吞。哎呀，下次分你点行，这个就可以分你一点。抢了多久啊？我们从12点开始抢开到4点。我来一口吞。你想拿我之前喜欢就是我比较喜欢小口吃东西。口白、啊、看一下看好了你好像不太行，就是第一趴的时候都不如刚刚。晚上好，就是你们进不去，进不去，我放弃了，进不去。我疯狂的擦，我甚至就是我还在轩轩的衣服上擦。好吧，丢人了。我在擦。丢人了。我生怕到时候下面飞出去。嗯。
抱怨一下的。为什么？怎么了？说。嗯。来告诉他。超斯文的。嗯。明天在吗？他明天在的话，喜欢软软的。你在我那里控诉你，他不在的话，那就没机会了。那你不是，就是说他不说，我也知道。在就业方向。那你的备注就是考虑考虑，备注就是哪尼呀、啊？你看哪尼？啊！考虑考虑当吃播，笑死了。现在也可以吃播，不用不用不用等毕业了，不需要等毕业。你先没事，以后有机会就找一个靠谱的人。你也去吃，都去吃。找一个靠谱的人，他不靠谱。我也走了，这个、小狼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这是吃播嘛？对。再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吃什么？嗯，哎呦我天，嗯，豪华的玫瑰花呀，嗯，那什么，那帮你我看一下，哎，我来给你看看，是这个东西，对啊，拉眼睛疼，刚哭过嘛，桃花是桃花，就是在感慨一些事情。分别，你是想的啊？是去天津的时候，确实，请他喝奶茶。回市里送的。明天是不是只合影？不知道。你在减肥？是签售吗？高怎么粉丝了？加个微信不可以？不是签售吗？然后点合影。你们可以加一个微信号。不行，520GZM 520GZM。我都不知道。装作发癫的，不要减肥，我跟你们说，不要减肥，我觉得能吃是福。嘿嘿，现在虽然说我现在就是吃也胖不了了，对，现在上镜感觉比以前还要瘦了。虽然我也没有称过那个东西吧，我也没有再称过体重，但是感觉就是瘦了，上镜之后。我瘦了很多，一张，闭嘴。很快就要复光了，很快就要复光了，我们还没放假呢。合影三点半到四点哦，那就是说我们签售，你当时好像你也瘦，是1:30到。真的感觉一出道就瘦了好多。刚来的时候，他们还想减肥呢。哎呀，明天打算和父母去看电影啊！刚来的时候考核，还没发微信。考核他们还跟我说让我再减肥呢。妈妈今天晚上在我公演的时候发微信，然后问我在干嘛，我没回。都觉得你是矮胖小学生，哪里？我得和妈妈微信。只有体是有可不是有体重，其实还好，那个其实不是很严格。还在考虑就是。我们3号4号，但是就是很。4号去哪里？出道之后就感觉胖不起来。哪里玩一玩？在北京哪里逛一逛？出道了胖不起来，就是因为可能是吃饭什么的不规律嘛，作息也不规律，就没有办法胖起来。我去那里罚跪。但是皮肤变差了，皮肤比以前差很多。KPI 是不过百嘛，其实还好，就是其实整体还是要看就是上镜的形象的。如果上镜就是很不错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的要求体重怎么样。还问我你浪一会儿提前健身，有机会合影让我公主抱，那你行你来吧，只要你不害怕，只要你不害怕就可以来。我不行，我还得靠爸爸妈妈支撑。每次到月底还得靠爸爸妈妈支撑。啊，我过12:30了，到1:30。忘了。到一点半。我也回头，我说那会儿在，就说那时候在忙，没办法回消息。那狗不许走，怎么回事？开始聊几天了。哎呀，想去买水。嗯。想去买水。我也想。我要渴死了！那我今天一天。那我也不完全想。今天一天唯一喝过什么？就是我从早上。一直到我上公演，我就喝了冰美。
只是口，然后就是我就喝一杯冰美，然后后来公演完了，喝一口水，喝了小马的奶茶。看直播，那个他不会看我直播的，他就是我妈妈是我爸爸妈妈是什么身份呢？他就是，他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我家里也是，他知道我是在什么工作，沉默不是代表你，就是具体沉默不是代表你的错。好吧，我不会唱。很香，确实，就是我现在有点渴，但我是买点喝的。跟我一样健康，喝水。哎呀，我调一下，哎呀。取消哪个置顶？谁说你？我觉得还挺好的。早上好。哎呦！你再跟我一个国家吗？我觉得快到一点了。时差跟我一样。我每次做到咸阳和出发的时间，我都是第一。女儿粉，我好像很少听到女儿粉。我的伙伴会换，我永远在。你懂吗？我每次就是我都不用看，我知道我在第一批。明天要最早出发的，我要最早起床。哎呀，我又在送嘴皮。他知道我会起来。给我写信吧，行，那我等着。对。等明天，等我们休息完了，我也要那个，我也要那个啥，那个收拾房间了。没带，就，但是我的手字母排因为我们房间，对呀、啊，现在少了一个人嘛，就要收拾一下了。像那个握手什么的，就是我们就是按那些字母来排的嘛，那个座位。但是因为是，感觉好奇怪，妈咪。晚上好，晚上好。在前面，奶奶回来了。你又成了新粉了。但是我们的出发时间就会在前面，但是会调换。你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那你什么时候来打怪兽呀？大家会调换，我永远不会。ID 好羞耻，他的 ID。嘉哥，嘉哥现在怎么样呢？确实。马上就在流鼻涕，然后就是我原本不流鼻涕的。我现在也开始今天的兴奋了，好吧。我跟猪猪谁更后面？哦，我更后面。每天都是兴奋。YW，我感觉我每个字母都在后面。妹。对呀，他确实。我们讲到最后拍关注错了。小刘，姐姐快点，流鼻涕。我还在吃。对，轩轩，对，轩轩也是轩轩，每次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都坐在最后面嘛，因为 ZZX。呀，我早上了。去关心关心，我当时已经关心了。哼，我怎么可能不关心？我早就关心了。哼，怎么了？开始聊起天来了。哒哒哒哒哒。还挺好家离我们的离我们的假期快我不允许确实真的耶、我们之后会有个小假期虽然说放的先我突然好想弹吉他呀我能不能去借一把吉他越来越近我去见那个谁的游客里那个我主要是我今天带的就是那个包里还装了那个就是还装了在天津我是哪里人吗带脸上那个我有带过我是北方人有七天吧没事告诉我明天看新人对那就看我们的录播我跟弟弟前辈做的看我们录播机会还蛮多的北方好像是有点河北他最近没有精力他最近太累了怎么才能轰走还有怎么可能有还有一会儿其实我的假期我也想去休息了现在等后天等后天就能直播一下那周日是我想一下连咋反正就头发吧头发是因为在小啾啾没有周六周日有公演因为我在考虑我要留什么头要留什么发型所以在扎小啾啾他虽然有点看不出来吧来猛因为就是真的我之前真的是一个很喜欢出去逛的然后很喜欢自己出去散步很喜欢出去溜达但是我现在就是目前是蟑螂哦我没有进去但是蟑螂的话应该往前砸一点对
对，我们周六周日才是上班时间。你以为小龙怎么都是那个动物？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往前站一点会不会好一点？我尝试一下。给小庄，我曾经没有他看到，因为我们两个化妆不在一个房间。因为你想吃小龙虾，他不知道我今天带过去了那个，明天让他看看。哦，他知道在我这儿了。他啊！你怎么知道？放在我这儿了。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已经，好像不太行。我们放假那一周，周六周日。你怎么知道我要说我要这么多吃的？透露给大家。我们是放几天假，然后周六周日公演，大放。你刚吃过什么蟑螂吗？有一点不方便。C 毒印都出来了，那确实。但是我确实想说怎么都是吃的，后来我一想嗯不太对劲，也有一点不方便，这个就是还要赶回来上公演，然后再放几天。昨天我们这样连起来吃了虾尾，现在好像就有七天了，连起来是有七天了的。昨天吃了虾尾，就是说公演前公演后的假期连起来的话，我们一共七天，我们一共七天假吗？嗯，在考虑。我们一共七天假吗？嗯，我算算啊，有的话就好了。我几点下？整点下。八天。哇，这八天不，但是它是分开的。你知道，他就是说前几天就是说休息，然后要上公演，然后再休息。那哪算什么假期？我想着有，我还想着等长假期的时候回家一趟呢。我有点不理解这个安排，但是今天看了我们的直播公演哦，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可以看明天的，明天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刚刚一算，时间确实挺长。明天的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说我们是去玩，就是说前面几天玩没几天，然后就要回来上公演，然后再放假，有一点后面工作都照顾的，3800也挺多的了。这两天累的，哎，确实这两天蛮累的，走了好多。我裙子掉，因为我。因为我一直在用腿卡着到后面。四五。你当时没有看到吗？我给你看我当时。感觉天天。当时我刚时看的时候你不在吗？那我就是。这个蛮有内力的。不是。就是这里。那你是看日出，这里。来看，谁看？不是啊，这不是，我给你看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真的有点不得劲儿？看，是的，看我提裙子，看到了吗？而且就是坐的很空，然后也非常的不得劲儿，是的。不是这里。哒哒哒哒哒哒。到了这里。我提了一下裙子，真的很无语。不过你习惯了。青龙小嘴。哎呦我天！怎么会有这个名字啊？谢谢你的一个巧克力。然后你回北京。你们怎么都改成这种名字啊？我这真的这。这些出行，对呀，当时我看到我都笑死了，然后我们一车人都笑死了。你没去看天津巡演，然后去看了天津。很坦荡的人，对呀。嗯。我是提裙子，因为当时我的裙子已经掉了，掉的很严重。我们的天津巡演可精彩，限定皮肤哦，原来是限定的呀。我们还说明天就改了是吧？不打你们当官，这个是他们别人发出来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已经就是他们什么，已经就是很多人看到了，已经。那叫什么绕口令？不是，那叫什么来着？忘了。所以到后来我就不太敢跳了，我就很怕它会继续掉。不过幸好老师最后没有说我。还说想去那边玩玩呢。但是我可怕的就是最后被老师骂了。天津巡演的尺度，你说什么？是那个。马戏。我又看到马戏。希望以后能有提裤子的情况动作，我希望没有。我不想有。嗯。看完哦，那今天还挺多的嘛。一个月限定，那挺长的了。高子萌，高子萌，晚上好。你要网暴？你网暴我什么？你在网暴我什么？说出来我听听。
以后有机会要来北京看公演呢。哦，哒哒哒哒，我翻盘，我翻盘已经是最低限度的了。化妆公演你还没？那一会儿我也去看看。我一会儿我也去看看他们的公演。我们也感冒了，就说最近感冒。我的分盘已经是最低限度的了，就是它是默认的，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再少了。不然我很难过去，广州我们也不能过去。它就是默认最低的就是50了。我们那天我不是500，我什么是500？你是不是看着那个看着那个公开的了？就是我记得我测谎仪的时候，我有听到你们在说，有听到你们在起哄。猴子涨价，我没有动过，我只调过公开的和匿名的，然后那个私密的，我们私密的没有调过。好多好多药，我都放在屋里呢。对，就是、没事，看错了吗？你应该是看的那个，那你不网暴我了，那好吧。我当时就在说，你们这些人，哎，真的是，体会一下秒回帖，我觉得我回的还算挺快的吧。我又要开始头疼了。我觉得我回的还是挺快的。刚浪去哪浪？就是去别人那里浪。嗯，就是说慢慢等，慢慢熬，总会等到最基础的训练的。啊，你跟我们说，困了你们慢慢等。然后我们说 CGT Team T， 什么 Team T？ Team T， 名场面。就说你们就是慢慢熬，总会等到成都训练的。也许之前的前辈也是这么听过来的。关键是你说很好笑，就是你说了，怕说出去，我怕说了截出去，那就是说不太。我不想知道。画饼是吧？他们应该等以后才会开那个第三个队吧？那个梯队。画饼，蛮不是只有 C 和 G 吗？蛮搞笑的，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慢慢熬，慢慢熬，等到北方就是六月去成都训练的时候。错了，高怎么了？会带的，会越来越好的。谢谢天和送的奶茶呢。希望我们能等到以后的群演。不是出自我口啊，别怪在我，别怪在我。哦严吗？不是吧？他们是直接是分的队吧？就说工作人员的口。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回翻拍，有时候确实很忙，就是忙的可能会一两天，但是我好像没有超过两天不回吧。成都昨天玩到北京小时，对，我真的去当梯队一姐，那估计轮不到我当。是不是发的人少？还好吧，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多还是少。因为我就是会频繁的去看。这个我们有病。我们会我因为我喜欢频繁，我喜欢频繁的去看那个。不是天天吃吧，月月吃，月月都会吃到这个饼。我就是比较频繁的去点开翻牌，然后有空的话就会回两条。录屏，多还是少？我觉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多还是少。你在说什么？我不是，读得快但不回。那说实话，确实是这样的。我很喜欢吃兔子。基本上就是你刚发过来几分钟我就看到了，但是我就是那种骑车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要看两秒手机的那种。每次都怎么说，也给新生画饼，给我们画饼的，所以就是会看的很频繁，但是回的话，我总不能一边骑车一边回，所以就是等有空的时候才会回。真的好吃，下次撤回。真的，你们有谁就是哦？你还撤回？没吃过，有罢了，就是只让我看，不让我回。真的好吃是吧？只让我看，不让我回。牛蛙也好吃。我真的是那种就是。只要有两秒的时间可以看手机，我就要拿出来看一眼那种。又去浪了。还有五分钟我就走了。曾经就是说我来北京第一个没吃过，那你就先去吃。先吃牛蛙。先吃牛蛙。我来北京第一次吃牛蛙。上课上学校收手机啊，好可怜，我就没有被收过手机。眼睛不啊！我都不想信你。你一直陪着。谁是你老公公啊？宠物叫谁是你老公公？我等着关注一下呢。牛蛙本来就吃香，确实，那就是当时听到了牛蛙，我欺负跟雪雪去拍。那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我没有欺负过他呀。
就是那一组照片。然后就是当时这么那天风很大，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要冻死了，还很累。你们然后一看不了这些，我们说什么了？吃饭去。我们什么也没说。然后那个就是在说吃什么嘛。老公，我是妹妹。怎么能吃？我是妹妹。你是好朋友，你的好朋友是牛，那你是什么？你要休息吗？你是什么？我想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不是你点的，是我点的。我当时是一边直播，然后他喊我们去点，我就点了。结果我都没有发现，好像是我手滑点到的。你朋友啊，好神奇！去帮一下，帮拍等一下我就看。我觉得牛蛙很好吃。我们两个就去了。当时我们两个就选了然后说酱香的酱和鹅。只发我，你不想跟我聊天呗？新的牛蛙跟烤鱼，所以烤鱼有点辣的吧？然后还有那个牛蛙是酱香的。你从来不发反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发反拍。第一次有看，那。我主动点行，可以，我主动一点。我现在都不敢跟你们说，我都不敢跟你们说我会早休息了。只有三分钟，我就去收拾了。我要洗头，然后洗澡。我们涂那个白白的，涂完之后身上就很黏。挺主动跟你说话。那好吧，我意识跟你交流。就是牛蛙真的好吃。就是牛蛙真的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还有两分钟。可以给所有观众发消息。我不告诉你，我要不要发？面包就是刚烤出来的那种面包，上面有冰淇淋球。拜拜。